好，跟住到第二套作品啦。嗱，呢一套作品咧，其實你都預佢嗰個評價就唔會低，唔係話佢拍得好，係呢一輪裏面咧最有呢一個叫做銷量同埋人氣保證嘅作品咧，都一定係方文社噶啦。銷量、質素好唔好睇咧？其次啦，其實當然啦，今次不得不提嘅就係動畫工房的確出咗好多力嘅。嗯，咁啊係啊，咁我知阿樹玲咧就好有同感嘅呢套，咁啊大家冇啊，好絕望，我覺得。點解又再絕望咧？你戲出頭三集好似唔係，我都話咩落絲嘅希望喎。咩啊？現實入面你做一個社，現實係殘酷噶嘛。你睇翻佢社畜嘅時候，覺得其實係好絕望。頭三集佢已經話好唔現實噶咯喎。係啊，係好唔現實嘅呢套嘢，亦都係呢套亦我咁講啦，跟住要講嗰套就係 New Game 啦。咁啊呢一套作品其實每一集。你見到其實喺討論區又好啊，日本或者華文地區都好，其實見到嗰個每一集佢都會有啲討論點嘅。咁當然討論點嘅即係包括全部咧都係同嗰個叫做題材咧係冇關係嘅。嗱，啲畫質方面啦，或者係一啲叫做女主角嘅身材方面咧，就好多人有女角嘅 CP 啊，色氣度攞咗幾多出嚟？系咯，好奇怪喎！呢套嘢好似個重點錯喎，呢啲。冇啊，睇佢啫嘛，你諗住睇寫出嘅生活啦，算啦。呢一類型嘅作品，方文社呢一類型嘅作品啦，我只可以咁講就係話，佢都有一個好特定嘅 platform， 而家都 create 咗出嚟俾大家睇，就係話我冇噶。總之一堆好叫做咩咧？好可愛嘅女生。佢哋嘅日常生活，只不過而家將佢哋套落去唔同嘅地方，即係你套落去一個遊行嘅都市又得，你套落去一個農村又得，係啦，你套落去一個社會一間公司裏面又得。公司好難休閒㗎，係啦，公司好難休閒嘅。喂，你依間公司你覺得就係話嗱，當然啲人個問題就話呢套嘢就話哦，一個作為一間做遊戲嘅公司，佢俾我哋睇到嘅。其實佢都我之前新番亦都講過就係話，佢都集中咗純粹喺美術嗰方面嘅嘢，但係美術嗰方面嘅嘢有冇講到呢？其實佢係一啲都冇乜點講到嘅。其實係咪會避重就輕呢？始終可能呢啲都係較為專門嘅啦。例如講 debug 嗰樣，我都見到佢好似成日玩機咁，機玩完機就啊 mark 翻低有咩錯咁，其實都相對嚟講可能易入口啲啦。或者係好表面嘅嘢啦，佢只係一啲即係應該話表面到嘅程度係乜嘢呢？你只要其實是一個 gamer， 你都會知道的一些嘢咯。因為尤其是而家嘅 gamer， 其實你著咗其實我唔多啊。我以全世界嘅 gamer 嚟講，其實著咗兩三成嘅，其實佢哋係有編寫能力嘅 gamer 嚟嘅。即係嗰啲我直情話就係話，唔係啲兩三成嘅人，佢哋先會明嘅嘢喎。佢係再廣闊啲係咩咧 ？Hardcore 到中度嘅 player 都會明白，都會知道嘅一啲好皮毛嘅嘢，就係呢套嘢裏面要講嘅嘢。嗱，不過都想問一問，如果平時大家睇開動畫嘅，又未必去到 gamer 嘅程度，即係可能睇呢套嘢嘅人都未必即係純粹中意 game 先至中意，因為你知方文社好多即係啲日常係啊，即係大家都係為咗難民而走入去嘅啫。咁啊，所以會唔會係太難會難搞啲咧？或者咁講啦，你如果以翻一個日常工作。去嚟講嘅話，其實佢一個你話啊原作者佢自己做嘅手法，原作嚟講，佢都係話佢用咗一個係咩咧？好學步式嘅方式就係咩咧？哦，佢哋要討論一啲問題嘅時候，你就會見到就係咩咧？清葉啊、日富美啊、初阿結音啊，四個放低曬工作，拎茶點出嚟喺度傾偈講嘢。咁又唔係成日拎嘅，唔係你當空啲 tea time， 佢個 tea time 係好多噶嘛。但我覺得正確啲嚟講咧，佢有個方文社味道就係佢哋基本上咧就冇乜遇到啲咩大困難嘅。第一，第二咧有任何困難咧，一係咧就需要 hea 解決，一係咧就三分鐘內咧就已經完咗件事噶啦。甚至係因為呢套嘢本身佢係為咗就係咩咧？佢都係我同都講過一樣嘢，就係話佢嗰個叫做主題。是一個屬於借題發揮式的用途嚟嘅，實際上佢都係話俾你，我要賣嗰個角色。其實嗱，啲屬性嗰啲嘢咧，或者係個性格嗰啲嘢咧，其實係大家熟口熟面
每一套作品都幾乎會見到嘅嘢。不過佢就叫做咩呢，即係套咗落一個將如果，即係一個如果電話亭嚟嘅。如果喺一間遊戲公司裏面有一個咁嘅性格又有咁嘅專門技術嘅女仔會點樣呢？其實都幾無線。邊有啊？咩技術性格啫？算啦，總之每一集翻到去，即係好似 K.O. 咁啊，你又負責大提琴嘅，我負責bass 嘅，我負責吉他嘅。咁大家翻到工作做完之後，差唔多時間，佢哋飲個茶，食個包，傾下偈，就咁嘅樣啫。嗱，有馬講得啱，佢好過 Kion 嘅 ，Kion 真係成日都有食嘢。唔係，嗱，有馬講得啱㗎，因為其實好嗱嗰陣時，如果 Kion 咧，大家都夠餅嘅，喂，你打吉他、彈吉他又好，打鼓又好，咁通常有啲叫做專有嘅名詞，或者一啲專有嘅術語，或者可能你都彈少少過嚟，就好似冇乜。咁呢套咧好啲嘅，即係你見阿青葉咧，可以碌住個 mouse 咧，將個人形咧碌嚟碌去啊，三 D 啊，整下大家都覺得以前有啲三 D 有啲 professional 感覺咁啊，俾喺呢個世現世上。唔係，嗰啲係。唔係，喂，唔係，老實講，嗱，你講起呢個咧，你要留意一樣嘢啦。點解我會話佢似無線呢？就唔係真係噏得噏嘅。你無線最俾人救病係咩啊？佢嗰啲咩 C drive 上網大化啊嘛。咁呢度都有少少似嘅。你同佢講話整模組，跟住將佢拉嚟拉去，同你玩正常 game 嗰啲咩 edit 啊，喺度修正嗰啲人物樣，即係你即係 game in game 入邊可以做嘅嘢係冇分別噶嘛。你唔覺得似係一個？producer programmer 做嘅嘢嚟㗎嘛。我咁講啦，佢呢一類型嘅嘢我都係話佢好難叫做咩呢，佢平衡，其實佢係好難平衡，因為你作為一套喺方文社出版嘅呢類型作品，用 K-On 個用例子其實我覺得唔 fair 嘅，你已經用返方文社裏面佢圍內裏面嘅作品，佢本身自己係一套半四格漫畫，其實佢唔係真係好傳統嘅四格漫畫嚟嘅，好實際上我覺得係，因為佢都有啲短篇性嗰啲嘢，同埋有啲有嘅係超過咗四格嘅，其實佢甚至係咩呢，話就話四格，但其實係八格嘅故事嚟嘅。唔係咁講，佢四格係一個外在嘅形式，但佢唔係我哋二四格係起承轉合，佢呢個四格係一個分鏡，同埋一個係啦。咁所以變相就係其實佢好多呢一啲無論你哋講話一啲工作上嘅性質嘅嘢，其實。佢動畫裏面佢冇去加強，就好似其實係嗰個模組由初型草圖到建構完成到成品，即係你每一次見到佢阿 IM 提出嗰個問題就話佢係咁轉 Sophia 嗰個嘅 model， 係咁喺度轉，係咁轉，但係你永遠都睇唔出就係話哦，咁佢同上集嗰個 model 究竟改進咗啲乜嘢？即係嗱呢一個位，我覺得係呢啲係屬於細節嘢嚟嘅。但係其實嫌易講啦，我想問呢啲。或者我具體啲講，其實我想講咩咧？點解話佢似無線嗰個 C drive 上網法？就因為你 C drive 上網法其實就 cap 咗一張圖，扮翻 IE 個界面啫嘛。其實佢而家就係嗰件嗰、那個 model 個模組已經完成咗啦嘛。要 cut 咗佢，唔關事。嗰、那個的確係現鏡，你做模組嘅話，佢只不過佢係做咗嗰個嘅。做應該佢為咗體驗俾人容易明白嗰樣嘢嚟嘅啫， okay. 所以唔關無線事，你用嗰個例子仲得唔好啊？佢嗰、那個呢度嗰個問題在於就係話佢只可以用一啲好形象化嘅個圖案，但係其實佢我都話呢啲屬於就係話細節，就係話我明白呢套作品喺個骨子裏面，佢係一套輕鬆日常嘅萌番，咁但係就係話呢啲工作上嘅細節嗰啲，其實佢純粹用個口講就話哦，因為尤其是你好似話阿八神同阿青葉之間嗰個互動，成日都話哦，你咁樣做又會好啲，你咁樣做又會好啲，但係其實當中裏面你睇唔出個 detail， 你應該話睇唔出個分別嘅。八神教咗啲乜嘢俾青葉，青葉又學咗啲乜嘢？嗱，其實最大嘅過程，我先唔好講就係話其他組嘅人員，因為始終都係集中，我哋集中嗰個視角喺青葉呢個新人、新鮮人呢一個角色裏面，可以咁講啦。佢係由零開始學習如何製作遊戲，係啦，即係真係從零開始變到一。我唔係，佢唔係從零，佢下有基本功嘅。學校嗰個係美術功力同遊戲製作功力係兩樣嘢，兩樣嘢。佢又冇噏得好錯，嗱，因為其實佢仔細嘅。開頭佢都入社嗰時亦都講過就係話哦。其實佢係冇呢個製作遊戲嘅經驗，佢純粹係好向往遊戲製作呢一個工作，而呢間公司亦都係話去請一啲新進嘅員工，佢係慢慢培訓。其實喺個培訓嘅過程裏面，就係其實最容易去刻畫
就係話究竟如何制裁只遊戲，因為我真係要教你一啲嘢。係啦。咁當然佢就係冇呢一部分嘅，但係亦都咁講就係話憑住叫做動畫工房，或者就係佢裏面就係以賣角色、賣文，甚至去到半賣肉嘅形式，去將呢個主題啲人話講個問題就話你咁認真做咩啫？其實係嘅，因為其實我有個好懷疑點咧，即係睇咗之後，雖然話日本某個即係好出名嘅評論網啦，將佢變成為第二，即係有人投票之後話第一最受歡迎啦，亦都唯一一套過七十分以上啦今年。咁啊，但係我想問，因為大家都知道 Hifumi 佢話 Hifumi 係同阿青葉同期啦，咁啊唔係青葉同期，同阿八神同期，咁啊八神就升咗位啦，咁但係亦都未喺 Hifumi 身上睇得到佢個。即係當時雖然佢只係講話當時 Hifumi 睇下八神係點嘅樣啫，但又未睇到 Hifumi 其實佢所由開始嚟到去到即係而家呢個位佢個即係熟練嘅情況係乜嘢呢，有如果佢有多少呢樣嘢，我就可以睇得到青葉嗰個成長去到邊啊，反而而家就冇。所以呢套嘢嘅側重點嗱，頭先講嗰啲嘢就係咩呢，如果作為一個就係話我乜都唔知道，我想睇呢套作品嘅人，話咦？是即做遊戲的職場的日常故事來的，他是一個是想看這些東西，但 OK 回歸正傳之後，我都是說這些即觀眾是膚淺的嘛，就是大家明白，就是我們都是一個很膚淺的一群來的，我們想看什麼東西，很簡單，在這套東西裡面他滿足了兩大的元素，雙馬尾這樣第一賣萌，第二賣 CP， 賣配對，咁好多百合劇都係咁賣嘅。而佢賣配對嘅方式，佢亦都係用翻就係乜嘢咧？佢用翻其實你變相就係乜嘢咧？係一個職場裏面同輩高層一對 CP， 高層同下層青葉同埋八神又可以係另一對 CP。OK， 跟住前輩同後輩。富美同埋呢一個嘅青葉又可以係一對 CP。其實唔係好明顯，唔係好出嘅喎。其實呢、CP 嘅嘢係唔需要做到太出嘅，有啲嘢係。有啲你而家牽涉觀眾嘅自己考慮諗，跟住出同日本得㗎啦。跟住阿初同結音，即係作為一個叫做差唔多時期嘅嘢，就係、唔同部門，即係好似呢個咩？佢嗰個關係就係一個凹凸嘅 CP 關係。哦，可以咁講嘅。咁阿 Nanny 同埋即係阿玲玲啦，同埋阿青葉都係啦，即係嗰對青梅竹馬。即係呢度呢個老實講話，我只可以咁講啦，用人形蜈蚣去形容呢一套作品咧，其實係唔可以咁做嘅。佢係一個咩咧？佢係一個網狀型嘅結構網絡。你講三個字。唔係，你哋忘記緊最根本嘅嘢。其實呢個咪即係調翻轉一隻 standard 嘅架佬 game 嘅嘢啫嘛。咁就係冇男人喎。今次我又唔見有。只係變咗做男人，變咗做女人啫嘛。不過係喎，咁你冇話喎，講講下 new game 真係冇男人。唔係，佢都係話new game 嗰度都係佢做咗個前設，就係點解冇男人呢個前設，就係因為佢特登就係為咗將呢個部門美化咗，唔係美化咗，話特登就係將啲異性嗰啲就唔喺呢個部門度出現。佢有提過呢個設定，咁 OK， that's why 冇所謂嘅。我覺得呢樣嘢就即係因為對佢嚟講，男性係唔重要噶嘛。呢個部門裏面即係你咁樣嘅話，其實係對啲 CP 嗰個網狀關係會有一個結構性嘅影響噶嘛。其實係一個即係呢個係呢、這個係質子同量子嘅問題嚟噶嘛。開始聽。Okay， 翻地球啊，翻地球。咁所以就話呢套嘢裏面其實佢滿足咗好多叫做咩？好多呢一類型就係話，哦，我又可以睇女，我又可以睇啲女喺度，一啲好曖昧，有啲就唔係好曖昧啊，有啲直情又話，不如你結婚算啦，你哋即係阿八神同埋阿倫嗰種又，不如你哋兩個結婚算啦。兩個連佢條裙都除埋，咁啊，即係又係奇怪啲嘅嗰集就。即係嗰啲，即係嗰啲位置其實我咁講嘅，大家如果。想將呢一套嘢變成一個我好衰嘅，即係呢套嘢反轉你嘅思維，全部變曬男人，冇錯。嗱，係啦，我都諗緊一集啦。你諗下，如果八神哥係個男人，佢夜晚起出嚟，就係除咗條褲，整翻條底褲喺度，周圍行。跟阿倫又係即係阿倫嗰個係男人，咁除咗條褲又周圍行，跟住結果兩個攬埋一個。错啦，而家系逆转反转，男人系除上面噶嘛？
咁係喎，真係喎，有好少無啦啦先。係咯，有好少男人係淨係除下面唔除上面喎。熱啊嘛，咪除咗上面咯。係咯，打下赤膊，大家男人冇所謂嘅。即係你，即係你跟住你再想象阿初嗰個位嗰度，佢啲公仔全部都係十八咁 figure 嚟嘅。咁其實都冇違和感㗎。冇違和感，即係呢套嘢即係變咗咩咧？佢要變翻筋肉人㗎喎。即係呢套嘢個根本性嘅問題就係在於就係話。因為是女，所以我們會抱著一個無限的包容的心態去看這套作品。如果男人都是這樣的，我都覺得男人是沒什麼所謂的。你肯定喂，如果男人不是大家喝下茶而已，但可能那杯不是柴啤酒就行了。你入副美那個角色，我簡單一點說，如果他變成男就是什麼呢？一個戴著眼鏡，然後戴著個口罩，不知道在做什麼，然後還在那裡陰陰在那裡笑，不知道在看什麼鬼東西的男人咯。是的，就是那些而已。我公司經常都有這些人。我都說這套東西，這套東西佢嘅特別，因為佢嘅地方就係話，佢同我頭先一樣咁樣，佢將一個叫做 OK 遊戲製作職場，遊戲製作職場裏面都係話係有接近80%嘅遊戲製作人員係男性嚟噶嘛，咁呢個係一個絕望嘅數字嚟噶嘛，對於大部分嘅遊戲製作人嚟講，包括我在內，即係一個絕望性嘅數字嚟噶嘛，佢係一個，咁喺呢個數字嘅底下就係咩咧？其實呢套嘢我唔知阿原作者佢係咪為咗就係話救贖呢一班喺遊戲製作業界裏面嘅心靈，而向住呢個目標而去整咗呢一套 new game 出嚟。Anyway， 我唔知道，但係呢個作品對於普通嘅觀眾嚟講，其實我都係話我睇方文社嘅作品，其實因為佢而家都有個套路出咗出嚟，就係話咩咧？角色之間其實咩咧？純粹文角係唔夠嘅。佢文革之間仲要做啲曖昧嘅關係，同埋就係咩咧？基本上，男角係禁止嘅。其實大部分風文社嘅作品，你見我哋睇過有動畫化嘅，其實基本上你有見過有男人咩？少，除咗有一個，嗰、那個一定係阿伯嚟嘅。或者賣報紙嗰啲咯，路人角色唔係關乎主角，可能行過就算。總之係唔會同主角會有互動關係嘅角色。好多都係，好多都係啦。呢個係基本上咧，已經係方文社一個鐵質嚟㗎啦。其實係不合理嘅鐵質，唔可以滲男咧入去。咁又唔係嘅。嗱，如果你大家有記得咧，就 Nono Biolli 都有個阿哥啊。喂，個阿哥係透明㗎嘛？聲優都冇㗎，人哋。唔係個阿哥嘅重點就係佢做嘅任何嘅行為，唔會令到你就哇，佢好似對嗰個角色有嘢喎。哇，搞錯，我覺得你搞生咗對 CP 喎。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不可犯嘅禁忌嚟㗎嘛。原來是這樣，即是佢 New Game 而家只不過就話咩咧？冇，唔準有男人，咁樣啫嘛。係啊，不過嗱，如果你話睇翻當地咧，即係日本人對於呢套嘅，即係覺得睇嘅重點係咩咧？咁雖然話睇可能 game 嘅回射啊咁之類咧，咁都係咧以翻當時嗰個角色咧主角咧，譬如啲口頭禪啊，咁或者嗰啲嘢而為準咯，文點咯，即係純粹可能係吉中呢啲嘢啦。咁但係咧調翻轉嚟睇成套咧，其實我較為想睇咧，就未必話都係睇翻嗰條美術隊嗰條線，反而咧係阿波根嗰邊條線咧。其實我相信睇多少除錯㗎，我諗好多人都話喂除錯咪多少少，因為始終好似我睇到美術部嘅，好似又冇真係講到曬成隻 game 個製作嗰樣，你 game 唔係淨係得美術部㗎嘛？你錯啦，除錯呢樣嘢其實好悶嘅，我咩啫？你唔想睇？你個問題就係話佢呢套嘢裏面佢好難，因為佢要如果要講輕鬆日常嘅話，基本上所有日常流程我哋會做嘅嘢。即一個遊戲製作公司會做嘅嘢，其實佢係唔可以擺落，一擺落去嘅話，就係等於就係咩咧？冇啊，現實係殘酷噶。所以個盲點就係即係變咗好似我覺得好似鋪打好多盲點咯。即係嗰個係佢係一個就係咩咧？有錯 fix 完咯，即係佢唔會再講當中嗰啲嘅問題，因為嗰啲問題一講到涉及落去嘅話，呢套嘢就唔再係喺度輕鬆日常翻啦。係啊，同埋佢就喺度殘酷現實翻啦。係，同埋冇乜見嗱，講真，我12集之中咧冇乜見過佢即係開過喺個會議室度開會，係好少見噶嘛。即係你公司點都有一幕兩幕喺會議室開會嘅嘢啊呢樣嘢。佢哋唔係㗎，佢哋喺個茶會度已經開完會㗎啦嘛。明白，實際上公司開會係邊個做錯嘢，嗰喺度跟進佢，係咁啫嘛，係一個審批半會啫。即係所以你見到嘅呢一切其實呢一套作品即係話你。當嗰個只不過係一個題材啦，即係但係 anyway， 你話呢一類型嘅作品佢有個好處就係咩？因為就係話佢將所有嘅設定嘅嘢，佢其實基本上都好開宗明義話俾你聽，
你放棄啦，我講下嘅就係我，即係所以就話你唔會去太介意佢裏面嘅一啲設定，因為就係咩咧？佢裏面佢不停喺度去話俾你聽，就話啲女角好可愛，啲日常生活嘅趣事好有趣，就係、是、咁樣。佢就將成件事就係、是、OK， 冇事冇事發生。我就係講呢啲嘢啫嘛，你唔覺得咁樣好有趣咩？即係話設定嘅嘢，你理咁多做乜嘢啊？即係呢套嘢都係叫做咩咧？因為方文就做開呢一類型嘅嘢，就大家都話我一開頭就話我入場就係為咗睇呢啲嘢噶啦。咁叫做咩咧？睇到職場嘅嘢係 bonus， 睇唔到嘅話冇離開過我預期啊！我冇預期過我自己睇得到噶。所以我哋你唔會有魔法四天王嗰類型嘅作品嗰種嘅期待，因為就話我根本都唔會期待你呢樣嘢噶嘛。啊，不過咁啊係，我都見到咧，即係東，我即係之前喺東京啦，睇過佢 New Game 佢 Anime 嗰個展啊，咁佢上面就嗰陣做緊一啱四五集到嘅，佢嗰時啱啱上到去睇，咁啊咦，其實喺四樓嘅，咁啊都唔係好大，咁但係咧賣嘅嘢咧，佢真係唔係賣好多咩製作流程啊嗰啲，佢真係賣角色啦，賣角色簽名啦，咁跟埋完角色簽名之後就跟有咩製作流程可以賣？冇啊，其實即係冇啊，即係我哋睇到嗱邊個負責美術，即係可能會有一幕幾幕俾你睇，佢有少許咯，但係佢唔係話即係好專注係即係想 sell 呢啲嘢俾個觀眾咯。即係你已經明白就係嗰、那個你依個你用翻商品去而言嘅話，就係話佢唔會好似叫做經社嗰啲類型嘅去賣歌，可以出現一個副產品出嚟，可以令到佢可以叫做咩啊？哦，角色裏面因為要唱歌，首歌可以拎嚟賣錢。咁裏面我賣咩？賣翻裏面個 model， 裏面個 model 又冇一啲嘅劇情去講佢出嚟嘅話，咁其實係賣唔到噶嘛。所以其實佢亦都深深知道呢一件事，所以偷到好輕，偷到直情係你可以咁樣。你放棄啦，你當冇啦，你當只不過呢間係一間日常嘅普通公司。我記得佢開頭佢同孫悦講嗱，公司規模點樣嘅？你係呢個雪型表最底呢個部門入面嘅。但我睇到最尾之後，發覺公司嘅一部分啲人係見影嘅，係唔係佢個雪型表淨係管住個欄嘅啫嘛，都冇講到其他人。唔係，總之公司好多部門，好多流程嘅，但係嘅負責。所以話對於未唔了解呢一類型嘅作品嘅話，其實你入去睇佢就話喂。怪人頭馬搞屋啫，咁樣即係冇嘅話，你睇開呢度做乜？你根本唔 care， 亦都話我已經攞到我所需要嘅生活動力啦。即係咩？人類退化到呢個程度都算都幾悲哀喎。即係你叫做就係、是、我可以咁講就係話佢依啲作品都話佢有一個最大嘅保屏障保險就係話咩？我唔係賣設定，你唔需要好顧及就係話。我遊戲我依個故事裏面有啲咩 setting， 有啲乜嘢嘅設定，我係好容易會違背，因為就日常生活啫嘛。我不停去講日常生活嘅話，係唔會違背到呢件事噶嘛。所以好、啊，只不過你話我講唔到好深入，但係你唔可以話我離題。係。我覺得已經開始有啲似賣樓廣告，即係你唔知佢賣乜嘢，但係佢賣到感覺俾你咯。你冇主題㗎，你去到最後你都唔知嗰棟樓係咩嚟。佢打個問號俾你咋，咪賣啊！嗱，飛得兩日嘅啫，睇唔睇啊？所以你話呢一喺依近，我相信就係近去到未來嘅一年都好啦。呢類作品係一定係喺每一季裏面最四平八穩、銷量最有保證嘅作品，而個需要嘅資金、需要嘅宣傳成本係唔高嘅。咁係，你話即係都唔需要做到好，即係好十全十美嘅，即係呢啲情況。即係佢，而且就係你唔會對嗰個叫做咩啊劇力方面，你會有追求啊嘛。咁係，因為佢同原作古仔其實差唔幾嘅啫。雖然個前後有少少掉咗啦，咁但係其實佢入面內容就冇乜真係轉變。我只話我哋唔會對嗰、那個、那個需要個劇理劇情嘅起伏，或者係一啲人物性人物嘅互動嘅關係，會有一個好有要求，因為我哋就係知道依類作品係唔需要有呢種嘅需求喺度，依類作品個門檻係唔高，而就係咩呢？亦都係擊中到而家就係咩呢？喂，嗰類型作品都係寫到成劈嘢嘅時候，呢一類型作品咁穩定嘅話，所以先能夠成為一個心靈嘅綠洲啫嘛。所以咪話一個退步咯，即係點解即係？
係啦，即係嗰啲係冇得講啦，即係嗰啲係叫做搞壞咗嘅啫。咁啊，但係真係我覺得可能係一種，係咪一種即係展示咗係一種退步嘅感覺，就係、是、話，喂，本來係應該要一個即係個古仔係一啲圓滿少少，或者一啲叫做多少資料嘅嘢，就好似真係冇提過。佢唔係佢呢種類型嘅作品嘅退步，係整個動畫市場嘅所有作品，其他類型主題、其他類型嘅作品。整體退步，令到佢覺得好似話呢類作品突然之間跑出嚟，呢類作品本身就係咩呢？佢唔會係跑最頭賺錢嘅嗰一種作品，但係佢一定佢係喺中間至中下裏面，佢中游作品裏面，因為呢個市場一直都係日本動漫市場裏面，其實叫做咩呢？佢唔係大頭賺錢嗰群，但係咩呢？佢係一定係生存到嗰群。但係而家只不過係咩咧？呢一群因為上面原本領頭嗰群整體水準急劇下降，令到佢呢度每個人，你睇翻而家就係、是、無論新番都好，或者播緊而家嘅番組嚟講，個個都話：喂，冇啊！每個禮拜都係等佢嘅啫，其實。跟住個事實係咁樣，大佬你阻止唔到嘅呢個問題係。咁所以即係呢樣咗我都話輕鬆小品嘅話，老實講，佢唔會令到你個期待落差會好遠囉，其實係。咁就係咁樣嘅啫。係啦。咁啊呢套我哋就介紹到呢度啊，咁我哋下一套。